这就是石刚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四十五十五人口。哎呦我，哎呦，这局不一般了。如果这是个妮蔻，啊这，啊此妮蔻非彼妮蔻啊！啊，这样来把公司刀。我操！开跑！啊，这他妈怎么玩？我还是拿这个吧。杀！我天，你这么高！哎，手忙脚乱，锁 later 锁他干啥？赢了直接买的 nice。 哎呦我操，嗯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我操，你这么整我不会了。还差个厄斐琉斯，这玩意儿是二费的，我要第一下来厄斐琉斯这把就铁钢了。没有啊，不急，等等，能不能给我留个大棒？哎，好，发牌员呐，我现在需要厄斐琉斯，不能说给我那么一丁点光，然后就开始把我的眼前给我遮住了。胆子，我的，犹豫一秒都是不尊重啊！天堂 ，OK 不 OK？ 思路现在打开了，这么来牌就很快乐吧？来一个 EZ， 再来一个厄斐琉斯 EZ， 厄斐琉斯 EZ， 厄斐琉斯，你要让我七缸，哥们儿，这把我直接献祭受命。好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咱们很长寿。哇！啊，什么也不说了吧，普利时这几个赛季兄弟没求过你什么，现在许愿一个腰带，一个铲子，再加一个腰带。狼精威变身，没事啊，刚也能给腰带。我他妈这边怎么回事？别显了吧，低调，那就是这两个28，拿钱，要钱不要命。我从来没碰过钱，我对钱没有兴趣。找个 EZ 吧，最后一地 EZ 有没有？没有，再来一下 EZ 啊，不来了，不来算了。这他妈的，我可以期待鸡哥给个腰带，铲子我必须这时候拿了。我不信新之刚会给我铲子，他为什么好心啊？开玩笑，八牌员对我从来那是没有仁慈过的。这一手很关键，有没有铲子？没有铲子，没有铲子拿腰带。我相信鸡哥会给我圆梦，这就是无数个版本以来跟鸡哥达成的共识。EZ 有没有啊？不要 EZ 了，我直接上厄斐琉斯吧，七缸吧，最后一地。去哪？在地我是锤子。我现在如果赢的话，他是八个人，一个人是给我六层。哎，加了，以前不是五吗？现在六啊，六六八四十八，这是48层，400，卡400层啊，开了，看是啥吧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操，我看到了什么？兄弟们，我看到了什么？哎，等会儿，我要什么羊刀？腰带有没有？没有，老大剑漂亮。免费地，我卡一段利息啊！我现在地了也拿不上去，我现在输，敞开的输，输一轮多少层？每回合获得奖励，并且保留80%心能，有没有开业？没有开业，拿贵的吧，拿贵的好吧。女警不要了，地。开眼，开眼，除了开眼，我开眼，开眼，要什么机器人呢？开眼。凯隐来了，好，下轮十缸，我这手速啊，哎呦我的妈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兄弟们，十缸还有谁？每回合获得奖励，来吧，我看看这每回合获得奖励你能给我什么？呦，什么东西？我操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无用大宝石，拿，不打一手拿，这又是什么？拿空客，来。运营不过来，根本运营不过来。厄斐琉斯不要了，二星掘墓进不要啊，进卡格子哦，2000层。哎，对呀，我直接输2000层不就行了啊？我怎么输啊？我操！我现在 EZ， 我把 EZ 装备拆了。哎呦我，不给，不能给啊 ！EZ 装备一拆，要还赢呢，我就得把章鱼妈下了。啊，出人了，完了，怎么办，我看啊，吓人，多多一换，换一星，这玩意儿盖轮卖掉上谁呢？再上个一星，这玩意儿一给一下 ,OK, 我尽我最大努力了，钱不缺，地还地啥了？钱是不缺啊，6张掘墓的，7张掘墓的，哎不对，这个不能拿呀，卢仙不能拿，卢仙拿了2星了。好，我输了，漂亮！我操，一下多少？1000？哎呀！
这就是石刚吗，兄弟？说，拿掘墓巴掌。好，咱回来先找三星掘墓啊。哎，我先拿个一星扔上去，这一堆是什么？啊？随便给。炸！哎，不行啊，出事了！我操！啊！全部散了。这不扯呢吗？这他们怎么打呀？凯隐在底下合盖行不行？我过载的，兄弟们，我中脑过载，真的过载，一点不开玩笑，完全反应不过来，我现在应该干什么？我就钱太多，装备太多，这俩自然之力给的我，这一下能不能两千层？完了，别哥，求求你，你赢。啊！好，他没出去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这就是石岗吗？中脑过载了，兄弟们，中脑直接过载呀！我天，直接过载了！我在递什么？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递什么。这就是石岗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人口。哎呦我操！